多美儿、三姐萧秀香、安德尊等出席女人必学一百道菜拜神仪式。美儿在节目入面要同三姐设计一百道菜，美儿负责其中25道，她说很大压力，不过好在有不少下厨经验。咁好在咧，我读书嘅时间咧，其实我系苏玉华嘅师妹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大家咧都喺学校咧都有啲菜式都煮过下啦。咁啊，加上我细个嗰阵时又跟爹哋入厨房啦，咁自己又中意研究一下咧，都有啲笼底嘢可以抄出嚟去应付呢25个餸嘅。咁啊，最拿手系啲乜嘢？我谂我最熟系整海南鸡饭咯。是啊，陣間我就今日一集就係拍海南雞飯啦。美兒日前喺社交平台上載咗豐富嘅菜式相，不過原來唔係佢整，係佢老友黃志賢煮噶。阿 Ben 煮噶，嗰日咧就我去佢屋企，咁佢而家咧就有個即係成日上網咧就會拍啲片咧就做佢嘅快樂廚房啊嘛。咁我餵你嘅快樂廚房冇理由唔請我過去食噶咁樣。咁我真係去屋企啦，探佢咯。哇，佢真係全部係佢煮喎。仲有咧，佢煮咗我最中意食嘅缽仔糕喎。哇，我食咗好多啊，係啊，我食咗3個。